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-5题。一，慢点儿，我这是第一次骑马。别害怕，这马很听话，你把脚放好，眼睛看着前面。一，慢点儿，我这是第一次骑马。别害怕，这马很听话，你把脚放好，眼睛看着前面。二，这两个帽子我都很喜欢，选哪个好呢？蓝色的吧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。二，这两个帽子我都很喜欢，选哪个好呢？蓝色的吧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。三，你也去图书馆？是啊，我去借几本关于历史的书，你呢？三，你也去图书馆？是啊，我去借几本关于历史的书，你呢？四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可能是，昨天衣服穿少了，早上起来鼻子就不舒服。四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可能是，昨天衣服穿少了，早上起来鼻子就不舒服。五，今天风太大了，伞都要被刮走了。真希望明天天气能好点儿。五，今天风太大了，伞都要被刮走了。真希望明天天气能好点儿。现在开始第6-10题。六，怎么不吃了？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吃蛋糕吗？我想吃，但是我最近又胖了。六，怎么不吃了？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吃蛋糕吗？我想吃，但是我最近又胖了。七，喝不喝咖啡？不了，我有点口渴，还是喝水吧。七，喝不喝咖啡？不了，我有点口渴，还是喝水吧。
八。香蕉多少钱一斤？六块五，看着还不错，我们买两斤吧。八。香蕉多少钱一斤？六块五，看着还不错，我们买两斤吧。九。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班吗？对，我家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，骑车很方便。九。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班吗？对，我家离我上班的地方不远，骑车很方便。十。你怎么这么着急？我儿子四点半下课，我要去接他，现在都四点一刻了。十。你怎么这么着急？我儿子四点半下课，我要去接他，现在都四点一刻了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五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五点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。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黑板上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十一。同学们，谁能告诉我黑板上的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在请人回答问题。十二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电梯只到八层，您去十二层要坐左边那个电梯。那位小姐要去八层。十二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这个电梯只到八层，您去十二层要坐左边那个电梯。那位小姐要去八层。十三。刚才游泳的时候，我忘了把手表拿下来，里面进水了，不知道坏没坏，希望还能用。手表进水了。十三。刚才游泳的时候，我忘了把手表拿下来，里面进水了，不知道坏没坏，希望还能用。手表进水了。
十四。我一直在找这本书，没想到今天下班经过一家书店时看见了它，我太高兴了。他终于找到那本书了。十四。我一直在找这本书，没想到今天下班经过一家书店时看见了它，我太高兴了。他终于找到那本书了。十五。以前我家住在黄河边上，后来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搬到了这里。他现在住在黄河附近。十五。以前我家住在黄河边上，后来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搬到了这里。他现在住在黄河附近。十六。我每天六点起床出去跑步，那时公园里的人很少，非常安静。我喜欢听着音乐跑，这样跑起来不会觉得累。他喜欢边跑步边听音乐。十六。我每天六点起床出去跑步，那时公园里的人很少，非常安静。我喜欢听着音乐跑，这样跑起来不会觉得累。他喜欢边跑步边听音乐。十七。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，北方很多鸟会飞到南方去，等到第二年春天再飞回来。冬天鸟会飞到北方。十七。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，北方很多鸟会飞到南方去，等到第二年春天再飞回来。冬天鸟会飞到北方。十八。喂，你好，我20号在你们店买了件衬衫，到现在还没送到，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。他买的东西还没送到。十八。喂，你好，我20号在你们店买了件衬衫，到现在还没送到，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。他买的东西还没送到。十九。你还记得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吗？去年我们在上海玩的时候认识的，下午我在街上遇到她了，世界真是太小了。她不认识那个女孩。十九。你还记得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吗？去年我们在上海玩的时候认识的，下午我在街上遇到她了，世界真是太小了。她不认识那个女孩。二十。我经常去那家饭馆吃饭，那儿的服务员现在都认识我了，我还介绍了很多朋友过去，我们都觉得他家的羊肉最好吃。他最爱吃那儿的面条。二十。
我经常去那家饭馆吃饭，那儿的服务员现在都认识我了。我还介绍了很多朋友过去，我们都觉得他家的羊肉最好吃。他最爱吃那儿的面条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盘子怎么放那么高？帮我把椅子搬过来。还是我来拿吧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21，盘子怎么放那么高？帮我把椅子搬过来。还是我来拿吧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22，经理要求我们这周必须完成，我们要快点了。放心吧，周五前一定能做完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2，经理要求我们这周必须完成，我们要快点了。放心吧，周五前一定能做完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3，你吃不吃水果？我今天买的苹果很新鲜。不吃了，我已经刷完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水果？23，你吃不吃水果？我今天买的苹果很新鲜。不吃了，我已经刷完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水果？24，这是你儿子，他跟你长得真像啊。是，但是他的嘴更像他爸爸。儿子哪里长得像爸爸？24，这是你儿子，他跟你长得真像啊。是，但是他的嘴更像他爸爸。儿子哪里长得像爸爸？25，照相机还给你，谢谢。别客气，昨天跟阿姨玩得还高兴吧？女的找男的做什么？25，照相机还给你，谢谢。别客气，昨天跟阿姨玩得还高兴吧？女的找男的做什么？
26。我们最近又出了很多新菜，是不是该换个新菜单了？好，这件事你来办吧。男的为什么想换菜单？26。我们最近又出了很多新菜，是不是该换个新菜单了？好，这件事你来办吧。男的为什么想换菜单？27。怎么还没睡？跟谁聊天呢？我同学，我们在说明天篮球比赛的事情。等一下就睡。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？27。怎么还没睡？跟谁聊天呢？我同学，我们在说明天篮球比赛的事情。等一下就睡。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？28。这个花瓶真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我家楼下的商店，哪天我带你去看看。男的觉得那个花瓶怎么样？28。这个花瓶真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我家楼下的商店，哪天我带你去看看。男的觉得那个花瓶怎么样？29。你裤子上怎么这么多草？刚才和弟弟在草地上踢足球了。男的刚才和谁踢球了？29。你裤子上怎么这么多草？刚才和弟弟在草地上踢足球了。男的刚才和谁踢球了？30。去北京大学坐地铁方便吗？方便，你也可以去学校东门坐203路公共汽车。在哪儿坐203路汽车？30。去北京大学坐地铁方便吗？方便。你也可以去学校东门坐203路公共汽车。在哪儿坐203路汽车？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
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你一直向前走，在第二个路口往右走1000米就到了。你能说慢点吗？我还是不太清楚。这样吧，我画个图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太谢谢了。女的在做什么？31。你一直向前走，在第二个路口往右走1000米就到了。你能说慢点吗？我还是不太清楚。这样吧，我画个图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太谢谢了。女的在做什么？32。你今天还去国家体育馆吗？去，洗个澡就去。外面阴天了，一会儿可能下雨，你开车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32。你今天还去国家体育馆吗？去，洗个澡就去。外面阴天了，一会儿可能下雨，你开车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33。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好呢？如果是女儿，就叫白雪吧。这个名字好。那如果是男孩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3。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好呢？如果是女儿，就叫白雪吧。这个名字好。那如果是男孩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4。小王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铅笔？这是为我儿子买的，他最近在学画画。那他喜欢画什么呀？最爱画小动物，小狗、小猫、小鱼什么的。关于小王的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小王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铅笔？这是为我儿子买的，他最近在学画画。那他喜欢画什么呀？最爱画小动物，小狗、小猫、小鱼什么的。关于小王的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奇怪，这星期怎么没见小张来上班？你不知道吗？公司送他去国外学习了。是吗？他要去多久？半年，12月回国。小张为什么没来上班？35。奇怪，这星期怎么没见小张来上班？你不知道吗？公司送他去国外学习了。是吗？他要去多久？半年，12月回国。小张为什么没来上班？
36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的钱包不见了，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。您的钱包是什么样的？黑色的，里面有两张信用卡和几百块钱。是这个吗？我们在打扫洗手间时发现的。男的怎么了？36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的钱包不见了，可能忘在你们饭店了。您的钱包是什么样的？黑色的，里面有两张信用卡和几百块钱。是这个吗？我们在打扫洗手间时发现的。男的怎么了？37。王校长，你们明天去机场需要几辆车？我们一共45个人，一辆车能坐多少人？25人。那两辆车就可以了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7。王校长，你们明天去机场需要几辆车？我们一共45个人，一辆车能坐多少人？25人。那两辆车就可以了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8。你现在走不走？我还有几个练习题没做完，你先走吧。好，你走时记得把教室的灯关上。没问题，再见。男的为什么还不走？38。你现在走不走？我还有几个练习题没做完，你先走吧。好，你走时记得把教室的灯关上。没问题，再见。男的为什么还不走？39。周日上午一起去游泳吧。好啊，去哪里游？学校附近新开了家游泳馆，听说环境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几点见面？关于那家游泳馆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9。周日上午一起去游泳吧。好啊，去哪里游？学校附近新开了家游泳馆，听说环境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几点见面？关于那家游泳馆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0。别看报纸了，医生说你要注意休息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发烧了。吃药了吗？吃过了，你放心吧。男的现在怎么样了？40。别看报纸了，医生说你要注意休息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发烧了。吃药了吗？吃过了，你放心吧。男的现在怎么样了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